人假意假公平，假人假意假公平。選管會可恥，選管會可恥，選管會可恥，選管會可恥。保障言論自由，保障言論自由。抗議監管網絡，抗議監管網絡。收窄少少。你想言論自由收窄，係邊方面收窄？聲明咁樣啦，睇下大家仲有冇咩？我快啲讀啦，懷念都係。網絡自由關注組咧，網上收集咗177個簽名，同埋喺6月16日咧，旺角行珠龍區咧收集咗521個簽名。反對選管會啊，建議修訂選舉活動指引嘅。你唔該你。規定網上電台同埋電視製作同選舉有關節目嘅時候咧，要同主流傳媒啊嗰啲電台電視一樣受到平等時間原則限制嘅。我對呢一個係非常之嘅憤怒嘅抗議嘅。6月9日嘅公眾諮詢大會裏面咧，絕大部分嘅人士咧對有關條例同埋建議都表達係不滿嘅，同埋反對啦。另外關注組咧，短短嘅日子已經收到幾百個簽名，反映市民十分不滿有關嘅指引建議。因此我哋懇請選管會係三思，尊重言論自由，尊重市民意見，立即撤回監管網絡呢一個建議啦。嗱，今日咧係選管會最後一日嘅諮詢。我哋以遊行嘅方式嚟到選管會係遞交簽名，再一次強烈表達以下嘅意見。第一，選管會建議指引對網台嘅了解不知其所以，令市民無所適從。所謂網台係市民自行製作聲帶同埋短片上載到互聯網嘅個人發聲工具。喺呢一個建議底下咧，市民隨時觸犯指引嘅，無疑係構成白色恐怖。而選管會呢一個嘅舉動咧，其實係鉛製網絡言論自由。第二點，全球化底下，互聯網係屬於世界性嘅溝通工具。選管會嘅建議根本冇考慮清楚互聯網嘅性質，故此我哋十分懷疑選管會建議嘅可行性、合理性同埋公平性，最終係難逃選擇性執法之嫌嘅。第三點，網台作為市民發聲嘅平台，既冇使用大氣電波嘅權利，卻要等同主流傳媒咁樣受到相關指引嘅約束，好明顯係矛盾啦，不合理同埋不公平嘅。第四點。立即撤回上述有關建議修訂選舉活動指引，呢個係網絡自由關注組喺2011年6月22日，即係今日嘅新聞稿嘅聲明嚇。撤回網絡建議，撤回網絡建議，尊重言論自由，尊重言論自由，假人假意假公平，假人假意假公平，抗議網絡打壓，抗議網絡打壓。網絡自由關注組咧由呢啲成員組成嘅，我講一次啊。網台聯盟、開台、獨立媒體、On Air Power、Our Radio、Our TV、FM 101、文台、人網同埋青台嘅。
係，咁我哋睇下麥高摩，我哋嘅代表麥高摩同埋啊 ，Y Y， 係有冇選管會嘅代表接信㗎？係啊，係咪呢度有黃生會見我哋㗎？唔係黃生，我哋何小姐。何小姐，何小姐歡迎你，係啊，見過你，係啊，多謝何小姐。你跟住企中間啦，係啦，企中間啦，係係冇，係啦。我哋今日派個靚女同靚仔交俾你，張風信，你會反映我哋意見個？會㗎，會㗎係嘛？今日仲有十個鐘頭都唔夠啊！多謝何小姐啊！好，何小姐，係咪你有個黃生會見我哋定點啊？今日。應該我今日收咗信，會幫我看看。頭先有個阿 Sir， 阿陳芬琪阿 Sir。嚇邊個？見咗我哋㗎，咁見㗎。咁見咗你㗎？見咗你㗎。哦。大家係點考慮㗎？唔該曬你。OK，唔該曬。唔該曬。係啊，咁都見咗㗎啦，黃生。我約咗阿黃生，佢咪見咗你咯？佢話俾你聽，邊位黃生？邊個黃生啊？見黃生你就話我咧誒，我見我咁解喎，原來。點解黃小姐又唔係黃先生嘅？哦，咁樣。請問大家有冇嘢可以發問或者係？邊個係黃生？如果我睇下記者朋友有冇嘢想，想我哋回應有冇嘢？冇啦。你問啦，問啦。雖然表面上咧，你話呢係打打壓呢個網絡嘅自由，其實實質上背後嘅目的，你哋會點樣去解讀？背後目的都係打壓言論自由啦。其實嗱，你即係其實過往都講過嘅。我而家我哋會覺得咧，成個香港啊，唔好淨係睇選管會咧。係不斷用各種嘅手段將廿三條斬件上馬，即係政府係透過唔同嘅形式、部門或者一啲嘅一啲嘅指引咧，去鉛制你網絡嘅聲音。其實鉛制網絡聲音就係鉛制我哋普通人嘅言論自由咯。咁我哋相信咧，點解網絡佢會咁敏感呢？譬如除咗選管會嘅指引之外，仲有呢個最近嗰、那個。惡搞侵權咧變成刑事呢樣嘢，其實你睇到其實就政府係恐懼緊，即係呢啲嘅言論自由影響到國內嗰個政治嘅穩定，尤其是2011、2012咧，呢幾年咧係好敏感嘅年期，無論係香港、大陸咧，其實特首同埋國家領導人都係換屆嘅。咁喺呢啲嘅咁敏感嘅日子咧，佢要進一步去壓止同埋鉛制我哋嘅聲音。咁因為佢哋而家覺得好恐懼啊嘛，尤其是喺茉莉花革命，即係個過程當中，大家睇到係同呢個叫做網絡嘅組織咧係凍結咧係好有關係，咁所以我哋好有理由相信咧，政府係進一步對我哋嘅無論網上啊或者各方面咧，就進行一種嘅打壓啦。其實係呢個係咪想影響未來一步香港嘅政制嘅選舉嘅前程？依個好明顯嘅，依個好明顯嘅，依個好明顯一樣嘢就係其實網絡嘅聲音係反映咗一種意見或者係唔同嘅聲音，因為而家主流媒體好多時咧報導翻啲比較即係啱政府聽嘅嘢啊嘛，咁我哋市民可以聽到嘅聲音或者一啲真實嘅説話嘅時候，可能係靠網絡啦，或者自己靠網絡去表達自己個人嘅意見嘅，咁所以依、這個一定係會對嗰個所謂個選舉嗰個運作咧，係一定嘅影響啦。因為佢而家佢話選管只係話公平時段啫，但係其實就變咗係讓一啲意見嘅聲音咧係進一步嘅壓縮同埋收窄咯嚇。其實我想撇開咗其他嘢就唔理啦。咁佢真係如果實施到呢樣嘢之後，真係可唔可以喺網上平台俾一個候選人，真係可唔可以俾佢一個公平嘅時段俾到佢啊？其實。從技術上啊，各方面啊，真係可唔可以俾到佢？唔係咁睇，我哋可唔可以俾到佢？我哋要睇宏觀地睇翻成個世界，每個地區都有唔同嘅選舉嘅經驗。嗱，如果你講美國咧，其實就冇咩叫公唔公平時段嘅。可能你跑馬仔，你可能係得奧巴馬或者係布殊兩個係比較主要，即係嗰個競爭嘅對手嗰陣時候，佢哋咪會嗰、那個時段會比較充裕啲咯。可能林子健去選，可能得0% 咁樣，佢變咗浪費咗成個 airtime 嘅時間反而係嘅，人哋會睇咁樣為之叫公平嘅。咁喺英國，如果你係一個 BBC， 好似一啲嘅政府資源嘅電台，咁佢咪要提供一個公平時段咯？你明白嗎？即係有好多唔同嘅處境，有唔同嘅標準嘅。咁但係而家網絡咧，唔係一種用緊大氣電波 airtime 嘅時間啊嘛，而家一個點對點，人與人之間呢個電腦對電腦之間嘅個人關係嘅，所以就唔可以用呢種嘅概念擺落去係咪公平時段啦？如果否則咧，呢種係錯，即係錯誤嘅理解嚟嘅。其實未來咧，仲有啲咩可以做啊？有啲咩招數？
我哋嘅招數就繼續係喺網上發聲，同埋如果佢真係不幸地一係建議係成立咗之後咧，我哋一定會犯法嘅。你放心，我哋一定會犯法嘅。包括喺侵權嘅問題咧，我哋準備全力犯法嘅。即係嗰個係啦，我哋預咗係個8月15日嘅，係啦。挑戰佢。係啦，一定會挑戰佢嘅，係啊。唔該曬。係啦，冇錯，好，唔該曬。選舉假公平，選舉假公平，網絡真打壓，網絡真打壓，抗議權制言論自由，抗議權制言論自由，撤回選管指引建議，撤回選管指引建議。